这是我们家的小马桶，哎呦，这个不省心的货呀、啊！昨天晚上呢，给小黑、小黄喂那个火腿肠呢，然后就有个火腿肠皮掉地上了，一秒钟这货就扑了上来，2秒之内呢就咽了下去，我就再去扒开他的嘴再看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里面什么都没有了，他都咽过了。哎呦，把我给气的呀！关键它太小，你知道吧？那个火腿肠皮上面还带那个金属的铁圈，它是没办法消化的，它消化不了，所以说就特别担心，一直在等着它拉屎或者它吐，希望它能够把它给拉出来、吐出来，这样会好一点。但是呢，它今天、昨天一夜都没有拉屎，今天早上算是拉了几次，但是火腿肠皮都没有出来。哎呦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没办法分解的呀，在体内，如果一直在体内的话，会对它这个健康啊、安全呐、啊、有很大的危险，所以说也比较的着急。但是它的精神头还可以，只是说这一会儿呢又累了，又萎靡了，但是还是感觉啊没有之前的精神状态好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打算再观察观察。观察观察，看他能不能自己靠自己的生理机能给排出来。如果可以的话就行，如果不行的话，还要带他上宠物医院看一下，要拍个片儿，看一下这个这一根火腿肠皮具体卡在了什么位置，然后再想办法给它取出来。哎，你到时候又得遭罪了。如果能用非手术的办法给你解决了还好。如果要用手术解决的话，你说你这么大的小奶狗，你遭受多大的罪呀、啊？啊，你说你昨天晚上跟小黑干架，对不对？他吃火腿肠，你不能吃，啊，火腿肠皮掉地上了，就1秒钟、2秒钟的时间，你就喷喷喷，你都咽了，这打开你的嘴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就这么夸张吗？狼吞虎咽就这么夸张吗？说咽就咽，说没就没吗？我的个去，你太二了，马桶，你太信球了你啊！我都没见过这么信球的狗，马桶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这多让人担心呢，你这。哎，你这没事还好，你这有事呢，你这一晚上都睡不好觉，一晚上都是提心吊胆的。关键你的肚子现在鼓鼓的，哎，还好现在这个东西现在不影响你的正常排便。如果因为这个影响到你的正常排便了，你不给憋死吗？啊，马桶，哎呦，这个小可怜啊，这个，哼唧呢，难受呢，啊，你真是个不省心的货呀，咋整？你今天争取自己努力，自己通过排便把东西给排出来，好不好？如果做到了，我们就不用去医院受罪了，不用拍片了，不用做手术了，不用采取其他任何的手段了，你也少受很多罪，也安全也健康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小黑过来了，小黑过来表示关怀，是不是小黑？关怀了2秒钟又走了，可见他不是真的关心你，马桶。哎呦，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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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你看你萎靡的，快点好吧，快点好吧。